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好吧，这个东西有点烦的原因是因为不错吧，还是很小吗？那我拍一拍手机。今天收到了五个帽子，听说是同一个人选的，他跟我说你不要骂别人，没有好要骂就骂我吧。现在的花有落用心哦 ，Oh my god，Oh my god， 那你们开大声一点吧。是个项链，是个项链，比刚刚声音小了吗？哦、手链，天哪，这么粗的手链。你们如果可以自己调的话，就自己调嘛。嗯，有点大呀，这手链，一看就是猛男。要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了，我怎么能大声吼？怎么上来了？等一下，我给你看一眼。哪个喇叭？我没有喇叭。哦吼，不错嘛。这两天雾化什么的，哎呀，再做一下吧。等我今天晚上做一下吧。今天收到一个杯子，好漂亮，是蓝色，蓝色的。看，药的话，哦，药吃完了，明天再买一点吧。它是两个片片在上面，哎，好看、啊。你想看一看？可能没有办法先看一看，要把它收起来，想明天再重新收拾一下。又打架。谢谢大家礼物，好好看哦。嗯，我现在就觉得先用着我现在的杯子，等我的杯子坏掉了再换新杯子。猛男手链，爱了。哎，我放个歌，这样会不会太乱？猛一必备。但这样落下来就没有那个通道了。不错。这什么歌？我不知道，是刘若贤的歌单。怎么是我的歌单？嗯？什么是你的歌单？我的歌是我的歌单。对啊，你放的不就是你的歌单？不是，我是你手机。我说他们问的是你的。谢谢大家的礼物。哦，这是丑的，是丑的。帽子是丑的。对，我们俩音乐还撞了。好，那就这样撞着吧。你声音太大了。是丑的。你们仿佛站在两家奶茶店中间，好好笑。啊，好像那个。我也觉得有点吵。保安。但我不想听这首歌，换一首。好像保安啊，哎，那么帅啊。我也想戴一下。好怪啊，这帽子，是丑的。我经常能收到很多我戴不了的帽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帽子它，不知道该怎么说。是丑的，真的。怎么说是丑的？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会这样子？哎，下一个吧。下一个，一定会有好的，一定会有好的。我看看我的。这个，还可以。想凸显这个牛跟我就是很搭配，也说得通。试戴一下，它里面这个防盗扣就啊，这就是算个正常帽子吧，
不算正常。算正常吗？算正常，算正常。就是。哎呀。嗯。我又走了，走了之后我又回来了，我老是走。老几刀刺。哎呀，这个因为手机没电了，我给它充个电。可以可以可以。你看这他们这是为了对抗上次我那个帽子。还好吧。你们冷到不是很冷。说句话，真的比我上次的帽子好看吗？为啥换歌？我知道，我不会走光的。确定吗？确定吗？我不觉得比我那个帽子好看。这帽子已经完全渗出了，你们确定这是一个正常帽子啊？咱们审美之间是有误差的。最近一直穿裙子，我明明只穿了两次，怎么就要一直穿裙子？我今天打扮着这还不是因为，还不是因为有人说害怕，就是来握手嘛，所以我想着打扮的亲近一些。嗯这个猫猫，嗯，就是怎么说呢，感觉蛮有爱心的吧。一周就就是你说它丑吧也不，所以我就想着说，但你说好看吧，实在穿的稍微看起来有，就是像那种比较好欺负的，就是就像那种，你懂吧，不要穿的看起来我太凶。啊哈哈，哎，这个型是不是有点问题？我感觉我刚才稍微往上一带，欺负我干啥？我就这么一说，啥也不是，你非主流。这个不错，如果再戴一个口罩，你们将永远看不清楚我的脸。不错，还不错，还不错。不是，我那阿姨没有来烦我，因为我很冷漠，我对她。因为我太累了，我累的时候就面无表情，我就说。明白吗？她就是给我拍照片，我说我不用了，我说我不喜欢拍照，她就非要给我拍，我说我不喜欢拍。剩下的这两个是我期待最高的。嗯。这五个帽子。不好欺负的穿搭呀。不好欺负穿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主要是他拍太丑了，我不想让他把我的脸拉大，然后给他调滤镜，我很害怕。而且我觉得啊，我每次抠这个倒刺都会，而且他说话的感觉给我感觉很奇怪，所以我不想那个。嗯，对，我感觉薛冰有点疲惫，不是很适合阳光青年的我。我就是觉得，我有时候在想，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非常那个的，就是不是一个非常见什么就特别喜欢的人，就是说。这已经是这里面最好目前为止最好看的了。我觉得日常生活中虽然特别容易害羞吧，但是也很容易会就表现出不亲近的感觉。塞尔达可能故意的吧。这个我对他期待也很高，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啊。整体看起来是可以的，这个你看。它是一顶白色的这种帽子，上面有个小熊，然后也不是特别的，是这样子的。嗯，我在想我喜不喜欢小朋友。我知道了，小朋友喜欢我就喜欢他，他烦我就不喜欢他。我必须得把这个防盗扣拆开，要不然我根本带不进去。除非他喜欢我，很硬，我可能就
烦我那不一样，烦我是指讨厌的，如果是那种讨厌的小孩，我会想欺负他，就是我揍他，趁没有人的时候我要打他。你要不说我都不觉得是有点的。完了，这屋顶帽子。但我现在打不过人家，现在小孩都长得可大了。我下次可以带出去的。你们清醒一下吧，这真的没有我那个文艺文艺小纽扣帽好看。我还是赶快跑吧。这好像怎么回事啊？啊？我现在其实我就嘴上这么一说，因为我之前就是上学的时候嘛，上高一的时候要去，就是就帮助老师去跟那些小学生的人就是去讲课，然后我们就要这样子带的。哦，好可爱宝贝，这样子带的，拍两张。嗯，好可爱啊。嗯，好可爱呀，小狼哥。就乖啊乖。我倒要给你们证明一下我的。中中。哎，这样看好丑。但我觉得很可爱，他在冰箱上面，他现在能跳冰箱上了。就这样趴着看着上面，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冰箱，因为空调对着冰箱上面吹很暖和。我没有去学过跆拳道，我刚说到哪来着都忘了。哦，对，带那些小学生，就后面有两个小学生可讨厌了。我们就是讲课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给他们就是发一些道具，发娃娃，发衣服，发那些视频让他们做。后面就两个小学生可讨厌，但是你又没办法。我忘了他们为什么讨厌了，但就是难道不是他最好看？我觉得他就是最好看的。谢谢奶茶。我不可能出击，因为我是老师的小助手，同学们的好榜样。我感觉这句话就是老师的小助手，同学们的好榜样，是我小学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每一次星期一的时候升旗仪式要读那个升旗手嘛，永远都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小，都有这句话。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当就是那个主持升旗的时候，我好紧张。我读到这就是我小时候很讨厌在很多人面前说话，所以我非常讨厌这种事情，就很紧张，而且会结巴，所以我就更讨厌在很多人面前说话。问题那必然不可能是我审美差呀，就老师选的你去主持嘛。但是我那次主持很讨厌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在一个教室里，因为那天下雨了，我在教室里说话，然后就全校都能听到嘛，我就觉得好紧张，我就紧张的不得了。然后读到这句老师的小助手，同学们好榜样的时候，我觉得好不好意思啊，因为每个人都读这句话。然后然后最尴尬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最尴尬的是，就是这个升旗手，他的稿子要自己写自己，你们懂吗？我也不懂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自己写自己的稿子，就是自己夸自己。然后我读那个的时候，我就内心替他尴尬，我就想他怎么每个人都写这句话，每个人都这样子夸自己，然后我就更紧张了。我就读到这句话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虽然不是我写的，但是要让我读出来。说实话，那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夸自己好。现在在更多人面前说话，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紧张，忘记了，太久没有这样子过了。所以我穿起来不好看，搭配没有问题，行了吗？好像我小学的时候会，我小学的时候比较怎么说，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从来一句话都不说。老师让我起来我就站起来，老师让我回答问题我不说话。
车上。老师说你说话，我说我就，老师说那你站着吧，然后我就站着。买了一个这个东西。要不然就是老师说你坐下吧，你坐下。给我爸爸绣一个。对，上时候，当然这是因为第三次上学是这样子的，第一次不是啊，第一次的时候，老师可能嫌我小吧。醒狮。嗯，我们当时没有什么上课提问这种事情。然后他当时只有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讲鬼故事。快给爸爸绣一个吧，我想，嗯，不错。第一次的时候就是老师给讲鬼故事，每天上课听故事可开心了。第二次上学的话。第二次上学完全不记得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我非常就性格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那个时候的我非常就是谁欺负我会打谁的那种。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好奇怪啊。然后会很容易吃醋。第三次的时候就完全就性格一百八十度，就感觉就完全就自闭了，就吃我弟弟醋，因为别的小女孩喊她弟弟，所以我就吃醋。我会不开心。你又偷吃，你看他一直在这偷偷舔，不给你。臭男，看起来也不是臭男的样子吧？嗯，你的毛毛说说一嘴就搞定了，弄姐姐了。第三次的时候就这样了，第三次老哭，每天都在哭哭哭哭哭哭哭。其实你也挺帅的，就是但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你也挺可爱的。哎，你看他的脚蹬我。啊，好，对不起。去吧。因为这个小猫很奇怪，你知道哪里奇怪吗？现在来听猫的男的，它是这样子的，你抱它它不让抱，然后它会主动来蹭你，一直蹭你，一直蹭你，然后一直扒拉你，然后你抱它吧，它又要走，就很像那个默默，就一模一样，就是那种天天来蹭你，然后喜欢，就是表现出很喜欢你的样子，然后你一抱它吧，它就要走，不让你抱。我有一个串儿，盘了几天了，因为它是盘完之后要放起来。让它自己发酵，它已经比之前好多了。我现在其实可以抱着它，但是要看在它舒服的时候，让它斜着躺，它就喜欢。嗯，吃吧。给你们看我这个项链，我哭了。它今天一直在乱跑，它坏了。我今天我还没带它呢，它就坏了。我每天就盘完之后把它放在一个密封袋里，让它发酵。你看，胡小慧的项链背面竟然是这个样子。收到了一个公交卡，一个别针和一个衣服吊，和一个衣服吊牌的线。公交卡，你到时候拿着它直接往那上面一卡。我一次都没有戴过，然后它这个链子嘛，链子掉了，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它就没有东西可以系上了。我心想那怎么办？然后就有一个区别针就穿进去。妈妈，我喜欢吃蛋糕，完了，他给你吃了。啊，妈妈，嗯，你干嘛偷吃我的蛋糕？这个我要带五圈，我不敢让他吃。小毛不能吃蛋糕的，你干嘛？他都舔了，你能给他得了，你还能吃？他不能吃，这吃了对他不好。有科学研究表明吗？有啊，小猫咪就是不能吃奶油蛋糕的，好吗？坏蛋，你再偷吃我打你！因为它单个很大，它大概是八毫米的，八毫的。这个大小，嗯，八毫米的，我这个只是五毫米的，所以上次也是，你们知道我之前买那个提拉米苏蛋糕吗？我正吃着呢，然后我在看电视，突然它，你知道一般小猫想吃东西吗？它是这样子的，它先在旁边这样子跑两下，然后看着你喵一下，就喵，然后就表示一下我想吃，或者它扒拉你，
然后就说意思就是我想吃或者是闻一闻，他不是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刚开始我把蛋糕放在那他一点反应也没有的，我正看电视呢，突然他就跳上来唰唰唰，他这样头斜着，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这是那个蛋糕哈，就这样放在这儿，我是暖宝，他刚开始没有反应，他突然上来就这样狂舔，我当时吓坏了，我以为他怎么了呢。哎，这位姐，就是这个产品真的蛮不错的，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给我吓到。如果你那个什么的话，就你们知道那种僵尸吗，突然跑过去要吃人的感觉，就是这种给我这种感觉，很吓人，没有一点点防备。给全照，好看。嗯，我把这个给它扣上去。嗯，要不然我重新买一个好了。就是得。其实比较可惜。一直搓它，每天搓一遍。好几条颜色这个样子的。放起来。但是这个颜色只有这一个。就挨个挨个珠子搓。没关系，他已经尽了他今天的力量，帮我完成了这个衣服。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线了，就是家里面没有线，所以我一看桌子上有个吊牌，就把他吊牌的这个线给暂时失控，给用到。就盘成啥颜色，嗯、也不会偏盘成啥颜色，就是变得油亮一些。好吧，他退休了。可以的。不行，就是我现在直播没结束，我要放那，假装我带着他。这种就叫文盘，你知道五盘是怎么盘的吗？等我盘完了，给你演示五盘。不要动。好的，哎你。它只有一个形容词。午饭就是狂搓。我今天的这个鬓角搞不好了。可以讲这样这样子，就是唱一首歌，没事，你们不用假装不知道。唱一句歌词，搓一个珠子。不是说那些下次要换一个稍微好看一点面子，然后搓一个链子太丑了，是因为我今天比较着急，所以才给随便搞的。不是啊，这个 choker 不是一套的。嗯，我也觉得挺搭配的吧。哎，拿在头上是？下头上下周是周几公演？掉发吗？就好，那放一会儿我的吧。嘿嘿嘿，周日。放一会儿我的嘛，下周是最佳拍档，最佳拍档的话是要那个吗？是要就是公演结束之后吗？你看你的 iPad 不给力了，它不响的，就这样搓，没有 MC 啊，嗯，这个样子，嗯，不用 Anchor。就是 M3 M4 的时间了，是这个意思。嗯，这个意思。知道了。嗯，会少跳十六人曲吗？我手上带着应该不会少跳吧。我给你们推荐过的。你但凡爱我，你就会知道。啊，春日和花之季不跳了。那个花痴记不跳了，然后他盘完这一套之后，他感觉会有一些出油的感觉啊，不会啊，就是很难形容那种感觉。然后呢，你要让他用这个油，我刚想说你怎么知道春日和花痴记不跳了，我还因为上海天气又潮湿，就是、所以我们都没有带他，舍不得带，怕他长毛。哦，感觉好难受，我今天他那个油是那种哦，果然在这里。可能你们看不到，滑滑的，就放在这儿油的感觉，就是那种。算了，你们看不到。
有一点点像你手上抹了一点面粉的那种感觉，是那种滑。啊，怎么那么多毛毛在我的鼻尖？乖。对，润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这里会呼吸呢。明天周日21号，21、22，太好了，从22号开始好像天就会变晴了。 OK， 今天粉丝给我拿的那些吃的里边赠了一包这个山珍香菇脆，太好了。明天我要去看阿凡达，我要自己去。到时候在群里问一下吧，看大家去不去。然后我，后天干嘛？最近要好好的学一下东西。自己去看电影也很开心啊，而且我可以快乐的逛街，不用等别人，也不用别人等我。樱花的话，过两天再看吧。一想到会变暖和，整个人就很开心。要不要打扮一下？好可爱呀，小狼哥！我拍一下他，我拍一下小狼哥哈。哦，我好没法拍小狼哥。他在闻。这个沙发真的。你趴沙发上干嘛？你这个表情干嘛？你说什么？我听不清。你说啥？你再说一次。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好吧，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看，哎，为什么会这样？看我吧，还是好香，我要吃。想尝一口，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方块，都要掉下来。菇，吃了菇。我很想吃菇，吃蘑菇。还有那种就是你们知道炸那种鸡的店，它不会有炸那个菌子吗？我就特别喜欢吃。嗯。那种菌子都会很多汁儿，我超喜欢。妈，你还以为我在啃猫粮。换首歌，换歌，换歌了，还行吧。对对对，吃的树皮，很好吃，你要不要尝一尝？感觉就是盐味儿欠一点，差点意思。我们找个话题聊吧。聊树皮。你们吃过树皮吗？没有吃过。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好吧。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就说他们
什么什么那个年代什么什么的，就有人就是会吃酥皮。凤梨酥。对。然后我就很好奇，我爬那个格子，到底该怎么吃？小时候碰到过一些同学，不是碰到过，就是班里有个同学，就是那种什么都吃。嗯，口感那边真的什么都吃，比如，而且那是植物油，那又怎么了？就比如我顶多也是就吃了点黑檀木的油。对啊，就刚刚有人说什么橡皮、铅笔、电池、小叶紫檀、纸，嗯，最后他去了少林寺，最后他去了少林寺减肥成功。真的吗？是真的。哎呀，手好痛。我初中的时候也有一个同学，叫什么不记得了。他就是上到一半之后去练射箭了，然后也减肥成功。就是脸本来是这样子的，回来之后脸是这样的。本来是这样子的，好厉害，当时羡慕哭了。啊，鼻心啊，我小时候也不小心吸进去过。对，不是我故意吸的，是我当时是因为什么不记得了，反正就拔那个东西吗，还是什么东西，不小心啊，是没墨了，我忘记因为什么了，然后就弄到了嘴上，就是你们吃过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我想不到哎，我吃过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放首歌，老板放首歌。蚂蚱。放了你又要换一个。没有说不让放，只是说放了换一个，还不让切歌。晚上就要听嗨歌。那你也不嗨呀、啊？我嗨，我怕吓到你。你嗨了，你吓我一个，我看看。我一定要现在就抓住我脸上的那个毛，受不了了。在哪里？找到了，就在这儿。我快被它烦死了，就这根毛，因为它在我的这儿，我一呼吸它就痒痒，你不够嗨，之前刘若瑄想演这个，不是想跳这首歌来着。啊，我升哥也想跳这个。然后他选一些所有大家都会的歌，然后就不让用。然后我是里面的美女，我本来是里面的一员，就是要跟他们一起跳舞，但是。本来你们知道吗，那个对峙那首歌就是这首歌，我还要找一些兄弟们在我旁边。对，然后最后我变成了美女，我说我要穿着貂走过，穿着性感大高跟，然后要这样，你们知道那种情景吗，就这样走过，然后后面一堆人然后追我的感觉，你知道吗，我本来不想要这个设定，我觉得很无趣。就是要这种，但是大俗即大雅，你不懂。不是，你听我说，我本来不想要这个角色，因为我想要当后面那个追着的人，但是吧，他们觉得，就大家都争着当后面的人，就没有人当前面的人。你要不然你就孤立哟，你就是孤立哟。我心想那算了，那我来吧。
这个墙纸。结果发现啥也没有搞成。有什么好吃的推荐？没有哎，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什么都吃，但是你问我有什么好吃的，我啥也说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什么都好吃。什么摇摇头？你说这样子表演肯定气氛很好吧？我喜欢那种气氛感，你们懂不懂？我选的歌全都是大家全部都听过，所有人都会唱的那种。所有人一起快乐，然后突然。我搞一堆大气球从那个观众席放下去，你们在那拍气球，从观众席上放下去，从那儿放下去，观众席上面上顶上。那你想的怪美的，灯倒是全给炸了。嗯，他唱歌了，这是什么啊？我把水放过来，他现在是个大肉牛，舞动起来，舞动不起来，因为我现在穿的太女人了，不够帅，我得换身睡衣才行。女人是，哈哈。烦死了他，你看小王的表情，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他，你把狼哥帮我拿过来，帮你拿过来，对，帮我拿过来，他也是个东西，不，他是个人，帮我拿过来。对啊，他是个人。好胖呀，胖子，好可爱呀。快来。只有暖宝理我，每天都只有暖宝理我。坏家伙。岁月的表情有一丝变化。暖宝就是小狗，暖宝在我心里就是小狗狗，只有他理我。我要举猫了。我撸铁，撸猫，撸猫，完了完了，哎呦，啊，死胖子！我要把小狼搞来。我每天都靠这个健身，所以我现在我肌肉如此强壮。骗人，懂不懂？我都能做趴平。骗人，你这今天第一次做了吧你？其实是举你。好累呀、啊，太沉了，太累了，谢谢你啊。什么？当然举不起来了。我有肌肉。啊，你举，他说你举不起来的。举起来。太好笑了。嗯。给你擦擦眼睛吧，宝贝。妈妈，你看谁的表情、嗯？他已经不想理你了，啊，拿个别的纸。拿个新的纸，
想出来。嗯，可以了。小四，睡吧，睡吧。我不想理你。睡吧，看你。哎呀，我跟你们说，我上一场公演的时候，看我咬你啊。上场公演的时候，就是我穿的，就是我里面的衣服没有穿好，我就上场了。我是跳了一半，跳到一半的时候才想起来没穿好，就很整个人就很不自在。然后我全场就说不上来，就是前面四首歌说不上来的感觉。不是，是前面四首歌。哦，我吧。挺香的，今天挺香的，谢谢暖暖，都快累死了，姐给你挠挠吧，姐不祸害你。你们看我们狼哥毛还是很多的。等会鼻子又毛毛了。你说好漂亮，是说我还是说他？你说狼哥吗？挠挠挠，我一挠他嘴巴就会变成这样。第十一回到底什么时候上啊？我还没看，窦靖童就拿奖了，合适吗？再小一点声哈，我怕我声音太小了。不敢抱暖宝，暖宝一抱他就要蹬你。嗯。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为何一直不断往前冲？也熟悉的双手忘了也能够稍微退后。我感觉我今天我妹妹她考完试了，我不是说让她过来玩吗？她想说到时候再过来。到时候什么时候？不知道啊，我本来跟她说，我说你过来吧，我给你买票。好自为之。我给你买票，她说她想到时候过来。好自为之。然后我说，就是我先说的是我给她买票嘛，然后她就正在输入中。他可能就是想要找各种借口说晚点过来吧，然后我又说没事儿看你，然后他就说行。好烦。我觉得我现在还有时啊，现在其实没啥时间，等四月份以后吧，可能就有时间陪他玩。没关系，四月份以后再过来就行，就希望那个时候迪士尼的人不要太多。四月份以后迪士尼的人就多了。为什么？因为是我生日了。到大家都要去给公主庆生。你让他赶紧过来，在三月份的时候，就过来一天也行，不就去迪士尼玩一趟吗？玩完就走，咋样？你跟他说，那打你，又想打我？嗯，别惹我，我脾气不好。谁脾气好似的？那我们来比谁脾气不好。滚！暖宝第一个脾气不好。他在我的怀里已经待很久，是吧，暖宝？不要。我懒得跟他打。给婚姻发消息。天天找我事儿，找茬儿。当天来回。嗯。哎，姐姐把你拿走，你不要拽我。生气，哎，我的水呢？嗯，我把水放哪里去了？嗯，好奇怪，我刚喝了一口，哦，就在我面前，好无语，我眼睛是假的。
就是不是你们要留要我留长了吗？不吃了不吃了，再也不吃了。你看从这个地方长到这个地方长了这么久，头发长真好慢。如果再长到这个地方又要这么久，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去。再不吃再不吃。对，我就戴了一边的耳夹。剪头发就直接把头发剪短。另外一边没戴。要剪头发的话就直接把头发剪短。你们现在都躺床上了，那我早一点关掉吧，我一点就关掉吧。哦，一点五分吧。我剪那种碎。我一点十分也可以。就是前面很碎很碎，你们懂不懂？很短很短，就跟我之前头发差不多长。嗯，好烦。我觉得我今天还没有开始过呢，怎么会这样？这种感觉的，就是前面就是短的，后面就还是长的。嗯，就有一种感觉，我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今天的生活。但我就感觉我头发长得，但是吧，我现在脑袋特别空，我不希望它，所以你们都给我找一些话题吧。我不希望它太那个。从我今天脑子用太多了，就脑袋很空空的。巨满。再加上我昨天晚上关了灯之后想起来。就我之前写贺卡嘛，然后人家跟我说没有收到，嗯，我就去问了一下，然后说是因为 ID 没有对上，所以就要重新写了一下。哎，昨天晚上就在那里补。监护手会有什么好玩的事？好玩事挺多的，感觉大家跟我想象中都不一样。好奇怪啊，我有的时候以为是那种十五六岁，然后非常蠢，呸，也不叫蠢吧，怎么说呢？你干嘛？你什么来弄？就是很不会，哎，该怎么说呢？是你爷爷。十五六岁，然后，哎，该用什么形容词形容那个十五六岁呢？汪汪，郭小狼他就是把垃圾桶扒了，不是呆，就。怎么说呢，说话类似于像我弟弟小时候那种感觉，猫嫌狗不待见。我以为是这样子的，后来发现不是的，就完全不是的，就会认错性，不是认错性别，就是会我以为的性别和我看到的性别不一样，然后什么都不一样，就会大吃一惊，然后有的人长得就很好看，我以为，就我以为的，就我想象中的大家应该是，哎，不应该长这个样子，但是你让我说出来我想象中的什么样子，我也说不上来。就，果然我的想象力真的很差别太大了。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干嘛干嘛本肥一宅告辞？干嘛这样子？哈？可能是因为我会根据平时大家说话的语气来想象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吧。爱的鼓励大气球，啊？干嘛有压力？你有压力，你下次还让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打扮成。对，我觉得看文字果然还是不行，还是要看人才可以。当然看文字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我得先知道这个人是男是女，不然的话你知道吧，性别搞错了，就是同样一句话性别搞错，说出来的味儿就不对了，你们能懂吗？就比如说不要呀这一句话，男生跟女生如果我性别搞错的话，就味儿就不太对了，你们能懂，所以我说为什么就感觉差，在我脑海里差别很大了吧。就是这个感觉，所以就是果然我还是得先知道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走了。嗯，大概是这个感觉吧，对，我觉得这个形容是对的，嗯。
哎，然后哎，然后要说什么来着？哎，怎么不记得？去洗澡了。哦，对，然后。唱什么歌呢？对，今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说什么来着？说为什么我现在就是男粉丝少，因为他们刘贤说我看起来像那种什么心机很重的是吧？对，说我看起来像那种心机很重的，所以不喜欢我。然后大家都同意了，说因为我的眼睛是往上的。不是，你现在整个人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有心机的美女，不是一个，就你只要不说话的话，你站在那里，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有心机的。那也挺好的，我挺喜欢的，我现在很喜欢这种。If I lose myself with you tonight,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tight, run away. 我也在想是不是有刘海，一下就乖很多。搞出来。哎呀，你们选一首歌吧，唱一唱就关机了，关机了。别说了，我跟你们说，我平常就是我以前不是有刘海吗？又难忘今宵又来了，炒冷饭。我以前不是有刘啊，不是有刘海吗？对吧？然后我去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刘海过，因为有刘海，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会出很多汗嘛，上课的时候，所以每次上课的时候我都必须就是把就是现在这种发型吧。真没睡。然后当时我感觉就是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男孩子就是关注我的感觉。然后第二年我头发染头了，染头了嘛，然后头发是这样子的，有刘海的，然后就感觉很多男孩子就比我小很多的那种小孩儿，然后就比较喜欢，但人家太小了，还没有成年，我不好意思，对对对，都可能十五六岁，我觉得太小了，然后就觉得啊。当然也没有，也不是全部都这么小的吧。然后我当时就想，难道真的是因为我有了刘海吗？对，我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有刘海之后，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凶了，可能。你们也是挺那个啥的，就是，还是我上次跟你们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那些回答，懂吧？当然，我一直都觉得。就是现在小孩都好成熟，就是就有一种我感觉自己怎么说呢，接触的东西太少了，然后很害怕自己到时候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比很多小孩感觉要幼稚很多。唱这首，随便选一首了。唱完睡觉，洗刷睡觉。老歌，老歌又来了，法语金曲。也不是被保护很好吧，可能我个人习惯吧。有人现在到现在为止有人听出来这什么歌了吗？回答。个人习惯吧，我也觉得这样是挺好的，但是。点歌。现在我这个状态是挺好的。我只是怕以后万一遇到了那种比较严肃的，然后很你是第一个答对的啊，很多很凶的人怎么办？然后来吧，那样的话我就只能，哎，其实我也可以接受了，因为我平时的时候经常日常生活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比较冷漠一点。
就我觉得可能是我习惯了，因为嗯，小的时候你怕别人欺负你，所以你要装得很凶。对，我觉得是。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自汤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好，这位同学可以点一首歌。你不是最后一首了吗你？对啊，因为他答对了，所以可以给他。我想听一下我自己的歌。以后这样吧，我们轮流来，今天听你的，明天听我的，行不行？明天我不播。好的。你这样子搞得我感觉我明天要播呀。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色为胸白，明天我播，我明天不播。色为胸白，色为胸白，你来吗？你不来，俺关啦。什么？我们什么？明天是周，哎、啊，明天不是周日吗？巴卡。你们说，我你们说的明天应该就是今天吧？巴卡巴卡，我说的是今天。巴卡 home 来了。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谢谢糖面和白的皇冠。今天零食差不多吧，但是棒棒糖的话没有怎么发完，我刚开始不知道就是那个可以发给大家，后来就给大家了。我发现大家还更喜欢喝东西一点，因为可能太渴了吧。我今天一天就是喝那个牛奶，在我感觉不想喝，不想喝水，还是关的哦，就没有拿到首付，首付还剩下一些，但是那个扇子和那个狼毛没有了。我们公司有要求打疫苗，但是我没有要去说去打哎。嗯，你不知道有狼毛？我那天不是说如果你们要狼毛的话去找我要，因为我就不主动给你们了，因为我怕有人对猫过敏或者不喜欢。你得来一首我会的。人家商家饶你个货，你起码得就是别人说狼毛是狼毛是什么东西、啊、狼毛到底是什么东西，听都听不懂。后来找好狼的毛，狼毛还有一个这样子名字，狼毛。狼的吗？我当时不是搓成球了，搓成球的话，我还很担心，因为小狼它不是白色的嘛，然后有黑色的毛毛，我很怕大家总觉得是它的毛毛不干净。我当然不是拔的啦，我没有拔，是给他梳毛毛，梳毛毛收集的毛毛。让人家选的，人家选的是不是这首歌？你们别瞎起哄。而且我昨天很担心，就是毛毛不够，后来我发现，嗯，够的。行吧。就我袋儿的用完了，反正是。他看见没有瘦哎、欸？没有侵权吗？这个东西真的？等一下。嗯？今天看视频来着，我接着到时候再接着看电视了。看别人的
舞蹈视频，我很久没看了，然后今天看了一下，唉，压力好大。你说什么都做，咋就是感觉自己把东西忘光了，所以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这什么歌？变成翅膀守护你。哦，是情歌王，是小爱那天有唱，我没有听到，感觉好多人一起唱。童话故事里往更多辛苦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我不会，我听都没听过这首歌。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都感觉听歌了。我愿意为你，这个我会。没有，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只要你珍惜，那爱与我回忆，我什么都愿意为。我就看着屏幕，就是可能在休息吧，看一下我会不会唱这首歌，怕有我不会的，我应该肯定有我不会的。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不会了。心动什么东西啊？对啊，是个串烧。这首歌不会。我就这样看一会儿吧。待一会儿。啊，这首歌也不会。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也我想挂断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后面是我妹最喜欢的。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我妹喜欢这首歌。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再多一点点温柔。什么？怎么做美瞳不戴美瞳不眼睛疼的？因为我戴的是日抛，然后要选就是稍微舒服一点的。我觉得我这个就蛮舒服的，我现在戴着什么感觉没有。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这首歌我也没听过耶，当作对我的回答。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请别让爱
还需要你高了吧。嗯。别离的岁月。对，我是静静的。说再见。刘若瑄在唱歌。再见不会太遥远。对，我不记词的。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不是那种一首歌就是过了之后就忘了。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知晓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唱过歌了。等着迎接伤悲，很久很久了吧。就我记得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会，就是他们总是，就是我朋友什么的，就说要去唱歌，我说我不用了，我刚唱完，因为每次他们都是周六日出去玩嘛，然后每次周六晚，周六日完公演之后就很晚了，我就不想去了，就好累，我就说不用了，我刚唱完。就真的是，我感觉就是在怎么说呢，就真的很困很困很困，然后去玩就真的就提不起劲。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听雨海哭的声音，哎，好像以前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这种歌，就是感觉它像是一个，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音乐节目，它不是会从头到尾播，就是第十名到第一名的歌曲，就是那个就是第十名到第一名上榜歌曲，就这样唱完就很累的感觉，就是忘记是什么感觉，它也不接，就硬传那种感觉。可能因为太久，可能现在更喜欢 就是喜欢去玩吧。我发现我特别喜欢玩，然后就比如说就是那种要用力气的，就是像唱歌的话，我以前喜欢唱歌，其实现在也挺喜欢唱歌的，但是就很久没有唱歌了，是真的很久没有唱歌了。虽然说我感觉好像是在唱歌一样，但是其实我感觉很久没有唱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我着急，我想赶紧唱完。不是不是不是金丝光的那种，就是类似于打羽毛球，然后像滑冰，像蹦管，或者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卡丁车。哦，对，可以跟寇拉一起去开卡丁车。那明天去问他吧。不明天了，一会儿去问他。对，我就喜欢这种东西吧，或者是后来不想看阿凡达，好烦。如果他不去的话，那我就自己去。喜欢和大家一块出去，就是就出去玩吧，应该算是。他明天要去那个什么，他明天好像要去，就是他们运动会的东西。姐姐，嗯，那明天问一下他。但还是比较喜欢出去玩吧。我运动会不用准备啊，他们不是准备，他就是去。因为每个项目只有一个人嘛，比如说射箭一个人，然后像，什么击剑这种东西，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报嘛，但是要去，就是自己去练一下，然后看谁比较好就是谁上。我怎么练习开车？我也没法练呀。明天看看我去问，能不能选中。我去问了，我说选不中，哪有车给我练呀？我就希望吧，如果选不中，哪来的？千万。那个就是什么折返跑也不要选中我，这是我对于这个运动会最大的祈求了，真的。如果选不中我的第一志愿，麻烦那个折返跑千万不要选中我。不，我不敢，我怕到时候。
不要去跑步，我当然不会去跑步。主要它是玩具车，就是射箭，我倒是去问一下玩具车有什么车，那该怎么 PK 呢？不会真要开车吧？真要开车的话，那我就只能靠运气了。不是，我们是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跟那个报名一样，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然后就第一个志愿报的是那个车，第二个志愿报的是倒车。我完全没有学过车，不会玩。就是滴滴滴，然后往后，嘟嘟嘟嘟嘟嘟嘟。大手开车帅翻全场，然后到时候我们坐的是一个就是那个碰碰车那种。不，你很帅的，呲啦漂移。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然后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运动那个玩具车应该是这种的，脚要这样子蹬的，然后这么一小点你就缩在那里。倒车的话，哎，倒车怎么倒？倒车脚要这样子吗？那玩具车，那如果那种车的话，我觉得张希最适合。你说的对，那玩具车该怎么搞呢？玩具车就摁摁那个键，前进后退，那就点后退，然后嘟嘟嘟嘟嘟嘟。这样子，只能这样子，不然玩具车还能怎样？我只开过玩具摩托车，玩具摩托车的话，什么样子的来着？太小了，那时候开的时候，哪个遥控器这样的吗？也不是不行。OK， 终于结束了，走吧，拜拜，八八六，你们让我。你们让我就是不爱唱歌了，不爱了，以后不会再在直播间给你唱歌听了。拜拜 ，PPOO， 给你们听这首歌。嘿嘿。感觉没有啊，我当然摸过方向盘了。耶，我突然觉得如果说搞蜜蜡可以放本奶茶店的歌，就是泄气，就是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从内到外你的任督二脉都打通了，但是你的气全放空了。我没有驾照，但是就你没有在呼吸的能力，甚至你没有在行走的能力，你整个人就是一个废人。一些是慢慢压的奶茶和不羁的绿色奶茶，丹田空空如也。什么什么？你有什么？好丑啊！好丑啊！好丑啊！怎么摸的方向盘？这首歌叫《暖胃》，就是。这首歌是三九胃泰的主题曲吗？ No No No， 他可能为了怕别人看成是暧昧，所以他叫暖胃。三九胃泰应该找他做主题曲，胃暖暖的很舒服。翻个白眼给你，翻了吗？翻了吗？刚是白眼吗？快说，是吗？没有反、啊、那根蓝色瞬间你看着了吗？没有，是斜眼。那这样子是白眼吗？看到了吗？是吗？也不是。不，眼白很多啊，谁说眼白太多？白眼翻多了对眼睛不好，应该不会吧？那好吧，算了，学会了也没有用，万一。这个很容易那个什么，万一你的习惯往上看是白眼的话就完蛋了，别人会觉得你在翻白眼。
什么？算了，我没有必要学白眼，我不好意思，除非我真的很讨厌那个人，那我就可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现在对着屏幕里的我，所以我白不出来，可能对着别人就可以白出来了，对着讨厌的人就可以白出来，就对着讨厌的人不用我故意白我都白出来，一定是这样子。就看到他就一个白眼送给他，是不是？皱眉我不喜欢，我觉得皱眉，因为我日常不管是我疑惑也好，就是我想事情也好，我都会不自觉的皱眉，但其实我没有不开心或怎样的，也没有生气，我只是单纯的喜欢皱眉，我觉得可能是遗传我爸吧，这个东西会遗传吗？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感觉我就会很喜欢皱眉，不能皱。对，到时候会有这个皱纹的。是，我也喜欢用牙齿咬下嘴唇，我小时候就这样哎，真的，我从小就这样。好奇怪，我倒是应该找出来我小时候的照片，我小时候的照片只要一不好意思就会这样子，而且我小时候一不好意思是会吐舌头，然后结果被说教了，不让我这么说，我当然就会说你吐什么舌头，不吐舌头，然后就不让我吐舌头，谢谢这个全场，谢谢。就大人就觉得那样子不好吧，什么你小时候就特别会邪魅一笑，怎么还有人这样子用邪魅一笑来形容自己，怎么会这样，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你是不是那种小说看多了，就是那种，哎，有没有这样子的，小时候我经常会碰到这种小说，就是男女主一定是那种非常非常冷漠高冷的那种，从来不笑，从来不笑的那种，然后可能不管是男主还是女主啊，这个不算，可能是谁就是哪次不小心露出了一丝微笑就会惊为天人，就觉得哇你好美，或哇你好好看，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第一次见到你笑，哈哈而且还有那种就是描述的那样子一点，先是嘴角动了一下和嘴角微微上扬，还有大笑，就每一个都要说出来不一样的感觉，我小时候发现就是我小时候在看的时候就心里就在想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子的吗？而且小时候不是有部电视剧吗，叫什么，哦，丑女无敌，我记得里面有个场景是什么东西，有点想忘记了，我小时候还觉得很奇怪，但是我忘记是什么剧情了，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什么感觉到了代沟，那你是很小吗，你不怎么看电视剧，嗯，流星花园是我婶儿跟我说的，因为那年不是有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嘛，然后我婶问我你看过流星花园吗，我说我没有看过，我婶说你连流星花园都没看过，我说是啊我没有看过，我婶让我去看流星花园，
是我看什么什么那种什么王子变青蛙什么的，全部都是因为我婶他们看，然后我就跟着看，就坐在床上一看一整天，从早上看到晚上这样子。但是流星花园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几点了？一点半了啊，那1:32吧，1:3 ，OK。还在勇士看过呀，感觉脑袋空空乎乎的，就不想说话，就想这样待着。好累的时候不喜欢说话，今天结束之后就结束之后我们吃饭的时候还说怎么不说，我说有点累了，所以就不想说话。但是吃饭的时候很开心，吃饭的时候就很快乐就一直在说，让他们救救我的毛肚，都没有人帮我救救我的毛肚，毛肚都飞走了，没有人救。谢谢礼物。就是我下到一个毛肚，但是飞走了，就找不到它了。我就说快谁帮我救救它，然后大家吃的很快乐，没有人救它。最后柴南把他那个毛肚给我吃了。好了，我也要飞走了。等我到时候都，我应该，反正公演前会开直播吧。我说的不是当天啊，就公演前的某一天，可能明天会吗？明天不知道。嗯，拜拜。我要飞走了，等我回老家酝酿一下我的精神，下次再见吧，拜拜。然后今天一直在盯着屏幕，就想看你们说话，先说太多话了，也想看你们多说说话，让我少说一点。怎么看不到？